大家好，我是胡夫骑射，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前两天呢，因为小朋友开刀的关系，我在医院呢跟他一起在闷了2天啊，非常的郁闷啊。那今天呢出院顺利了啊，一切都 OK 了。那我就利用下午一点点时间呢，觉得实在是太闷了，我想就出去，就稍微晃了一下。虽然是防疫期间，尽量不要出去了啊，但是实在是憋坏了，你还是得出去走一走啊。那我呢很久没有去这个台南的那一家转蛋概念馆了，想要去晃一下啊。那么呢就顺便就抽了一个东西啊，这个一个扭蛋，这个我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一组啊，觉得蛮可爱的一个摩爱的一个套组。那我就随便抽了一个，就抽到了这个。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个魔物猎呢一番赏。那我刚好前两天在这个医院里头的时候很无聊啊，太闷了，我就把一些《魔物猎人》以前的一些开头的动画什么，就网络上看了一下。哎，今天就看到这个一番赏啊，我都买了2抽啊，一抽是台币299，啊，换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是69块钱，我就抽了2抽。然后我第一抽的话呢，就直接抽到了 A 赏，那第2抽的话呢，抽到这个E 赏。那么这个 ABCD 的 E 呢，它应该是一个类似是一个小桌巾吧，或者是大一点的，可能是这个可以放在电脑桌前的。那我本来是希望可以拿到这个，但是我翻了一下找不到这个让我挑啊，所以最后的话呢，我挑了这个啊，这个角龙的这个头的这个符号，那就这么就拿到了吧。那重点还是给大家就顺便看一下这个 A 赏吧。那就包装盒各位看到了，如果说呢你真的很想要的话呢，其实网络上呢已经很多人在卖。那我看了一下价格的话呢，台币大概在1300块钱左右，台币1300左右，所以其实它不是很贵啊。如果你真的很想要，那一番赏的东西其实我不是很常抽啊，那里头的内容物会是怎么样，其实我真的也没有特别的期待啦，因为我只是非常单纯的就是想要去消费，转换一下心情啊。这个各位应该能懂了，有时候你心情就郁闷的时候啊，就想要花钱，撕裂了，糟糕，变核损了，真是糟糕啊！这个显然我不是很擅长开这个东西啊。好了，就把它给打开吧。那我不会很期待说它的一个内容物呢会有多精美或怎么样啊，就单纯就是一个纪念的一个价值性比较高一点啊。把它给打开。哇 ，OK， 我比我想象中好像还要再，比我想的还要再大一点，是吧？那包装盒就拿走吧啊。哎呦，还行啊。那我们就接着的话呢，把它这个，还是有一些胶带啊什么的，还是要把它给剪开。我很久很久没有这样一镜把它给录下来了啊。打开。好，这个套壳都先拿到一旁去吧，把这个 OK， 这个就是今天呢我抽到的这个，哦呦，比我想的还要再精致一点啊！这个熊火龙利奥雷乌斯站在一个小山崖上，然后应该是对着。也不是对下面啊，就是一个像是威吓，警告其他人不要入侵他的地盘的一个感觉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好了啊，这个头冠先看下眼珠子有啊，水蓝色的，舌头有没有？哎，好像做的还很像一个分件，耳朵也是有啊，背上的熊火龙的背鳍，哎，这个尾巴啊，这个。OK， 这个尖刺有做出来啊，然后末端、尾部、腹部这里这一带感觉看起来比较像石头啊，但是也没有期待那么高啊，应该说比我想象中要来的好看的多啊。我这尖刺是有点软，但是这个锋利的这个造型做的还是相当的可以，比我想象中还要来的漂亮的多啊，漂亮的多的多了。OK 吧，那这个就是今天不小心去抽到的一款这个魔脸，应该是真人电影的一个纪念的一番赏吧。OK， 那今天的话呢，就顺便跟这个小摩艾呢就搭在一起吧，可能就成为一个简单的小摆式的场景了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